迄年上林府敬老庙天命，你着祖师奉祖台湾慈悲，咱无结婚缘天牛因圣灵宫、屏东道场、邦桥道场、台南道场、彰化道场，诸位道亲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吉祥，以及咱 YouTube、FB 这诸山中老真贤道友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吉祥。南无弥勒佛，请放掌。啊，咱屏东道场在座这几道亲，大家午安吼。今日时阵拄啊，两礼拜来咱屏东一抓的这个日子吼，主持共修。那么伫共修进行时，再做一点点啊，这个小宣示哦，因为他拄啊属咧宣示，可能有真侪道亲今日无转来，或者是网络的这道亲有啥物来咱任何一个道场的，可能嘛要小可了解者。第一，就是防疫的部分，即马政府的规定可能就是，你确诊者五天以后，你就不必快筛就可以去上班了，怎么样？但是我们希望我们这个道场，我们这边是道场，因为人流比较密集，甚至于呢接触的距离也会比较没有办法限制，所以我们还是希望所有的道亲，包括看网络要进来圣灵宫，不管要来屏东、台南、板桥、彰化的道亲。你是确诊者的话，一定要快筛阴再进来，好、哦，快筛阴再进来，好、哦，那其他我们就不再管制啊、哦，就不再做什么、啊、疫苗管制啊什么，我们就不再做管制，啊、哦，这个给各位稍微了解一下。第二，因为圣灵宫彰化道场已经成立，我在这边也呼应，不管是屏东道场、台南道场或者板桥道场，如果你们有旧道，里面有亲朋好友住在云林、彰化、南投、台中、苗栗的，如果对圣灵宫本来就有一点想要来了解，那你们可以介绍他去彰化道场，啊，照介绍去彰化道场。那我们新的名片已经印出来了，你们可以拿去分发，啊。那如果没有名片，你也可以直接啊上我们的 FV 圣灵龙华禅修协会的首页，也有公告，也有公告。这样了解啊。或者师父个人的 FV 上面也有公告我的名片，那就有看到彰化道场的地址。那如果台中、云林、彰化、南投、苗栗这些完全没有进入圣灵宫的道亲，如果你们想要去彰化道场，你们如果打彰化道场电话打不通，也可以打屏东道场，也可以打板桥道场，也可以打台南道场去询问。任何一家道场电话如果打不通，你都可以试着打其他道场问，他们都会详细的跟你们介绍。相对一样，如果要来屏东、要来台南、要来板桥的，如果你打不通，也可以打其他的道场的电话啊。所以这样咱这样 YouTube、FV 啊，这样呢有什么来圣灵宫问事、访道，或者是对圣灵宫三宝有什么来了解了，是有什么来请共修的这道亲，哦，你拢会当透过咱邦桥道场、台南道场、屏东道场、彰化道场室内电话来询问，任何一家道场都可以打，不一定你要去彰化就打彰化，或者要来屏东就打屏东，只要你打彰化打不通、打屏东打不通，四家道场你都可以打打看。最好的时间是在做更明确的思想，比如说你接下去来屏东的，你就礼拜四、礼拜六、礼拜天打来，一定有人接，因为这三天刚好是共修日。如果你要去彰化道场的，你也是礼拜四、礼拜六、礼拜天打，一定有人接，因为这个是彰化道场的共修日。如果你要去台南或者板桥的，礼拜三、礼拜六、礼拜日打，一定有人接，因为那三天刚好就是台南跟屏东的共修日，跟板桥的共修日。啊，这个也给 FV、YouTube 这一些道友们了解一下。如果你是共修日打来，100%可以接到电话，啊，可以打通电话。啊，这个也把这个资讯给各位稍微了解一下。好，那以上就做简短的报告哈。那彰化道场已经从上个礼拜六开始运作哈，开始运作。那因缘非常殊胜哈，第一天妙真在的时候人数也是有30几个，第二天师父在的时候60几个，啊，还有礼拜四师父在的时候也50几个。如果以初四办营运，算是人流非常的高哈，非常的高。那我们希望这个力道可以再继续保留下去，一直到安座的时候，可能彰化道场的盛况可能就会非常的
啊，非常的圆满哈。那我们今天要来讲的是圣莲宫中央道场的开荒圆满哈。各位道亲，书上讲讲道经、历经、天命经哈。圣莲宫今仔日若无天命，绝对无可能有法度这么顺势。伫咧短短这十几年来时间，有法度建立了邦桥道场、台南道场、屏东道场，一直到即卖彰化道场。而且呢，每一间道场的人流都是以目前这种疫情这么严重之下，其实我们的道场人流算是非常的高，啊，甚至师父有时候跟我们同样的其他的道友们在聊天，其实他们的状况都很不理想，啊，很不理想哈，人流的流失非常的大，所以运作的这个人流也非常的低，啊，圣莲宫算是有一点奇迹哈。不但没有衰退，反而是逆势成长。这个应该有在这边共修的比较久都知道，圣莲宫是真的是逆势成长。最近是疫情比较下来，其实疫情在五万个、六万个的时候，我们还是这种三四十个的人流，这个算是蛮高的，蛮高的。那圣莲宫为什么大家这么有力量，愿意回道场共修？难道大家都不怕危险吗？绝对不可能。那圣莲宫的防疫做得好是真很事实哈。自从防有疫情以来，以后我们不知道，因为以后越来越解封，搞不好人会松懈的，我们不知道。但至少之前，三家道场，尤其是板桥道场，人流那么高，又是重灾区，没有一个人是从圣莲宫被感染出去，这个是事实，到目前为止。那就表示我们之前的防疫宣导做得非常的成功。啊，大家的水准也很高，也都蛮配合道场的宣导跟教育。啊，这个我们当然值得我们自己啊庆这个赞喜，就是大家的水准高。啊，一旦有确诊，都是在家里，而不会来影响到道场。那大部分的道亲到确诊都是在职场上，或者是在家里确诊被传染这样子而已，很少说啊，我去圣莲宫某某师姐确诊，然后我跟她聊天，也有确诊。到目前为止是没有，三家道长都没有，哦，都没有。那，啊，这个表示我们圣莲宫水准高，所以大家也因此这样子，大家来回道场共修的那种力道就会更强，就会更强，哦，就比较不会有一种恐慌的心态。那我也希望这个可以继续保持下去。那圣莲宫因为今天的圣莲宫这个道同真，所以大家虽然在这个疫情这么严峻之下，大家都很用心的回道场来这边协助道场运作。简单来讲，大家都愿意来这边行功立德，做一点利益社会的工作，来增长自己的智慧，提升自己的功德力，这个都是非常的好，非常的好。那圣莲宫的道亲为什么凝聚力这么强？那真的就是我们的三宝让大家见证到很多实证跟真实的一些例证，让各位在这边做越久的人越有信心。为什么？因为看到的越多，自然而然对道场的一些办道的流程的真实性就会越了解，了解以后当然对我们三宝就不会有怀疑，因为你们看到灵界被渡到天佛院以后，在这边共修的人员精神状况也好，身体状况也好，或者因此事业工作不顺的人也好，慢慢都转好了很多。在这么多例证之下，那表示我们的三宝是净土真。我为什么讲净土？因为灵界要的是一个净土，绝对不是你修一个金座好的解决。三基八戒诸三祖诸灵爱的是净土，拢是要爱的净土。净土是解脱的意思，要找一个会当了生脱死的净土，不再受六道轮回这个净土。那么在这三基八戒真正应允的第十回弥勒佛的净土，目前是三教公认，
释迦佛讲，末法是弥勒净土的开始。一观道说，弥勒掌无极离天天盘，无极离天，就是咱咧讲的龙马圣会。咱道教嘛讲，目劫是惊龙马圣会的日子来临。那么这龙马圣会其实是一个名称而已，它真正的含义叫做弥勒净土。他啊，但是弥勒净土为什么不直接讲弥勒净土？为什么要讲龙华圣会呢？这句话有一个缘由，就像释迦牟尼有在世的时候，他是在印度一个地方叫做灵鹫山，在那边传道，所以释迦牟尼和传道的名称又称为灵鹫山，又称为灵山会，叫做灵山会。那弥勒佛为什么被称为龙华会？因为释迦牟尼佛在2500年前，在要涅槃的那一刻，阿难尊者曾经为末法，或者为释迦牟尼佛涅槃以后的众生，请示释迦牟尼佛，说世尊涅槃以后，未来的众生将依何法来修行。释迦牟尼告诉阿难尊者，第一句话是以戒为师，依法不依人。第二句话就告诉他，在我涅槃后500年后，将会有一尊佛在榕树下为众生受记，此为名为弥勒。所以这个榕华树下又称为榕华会，就跟释迦牟尼在灵鹫山传道称为灵山会的意思一样。所以龙华会的由来是由释迦牟尼佛在2500年前介绍给阿难尊者了解这尊佛的天命的时候所介绍的一个名称，所以现在才称之为龙华会。那简单来讲，龙华会真正的意义就是弥勒净土的意思。那弥勒以一观道来讲，是掌无极离天的天盘啊，所以有真侪人修道人，讲我领无灵的要去无极离天，我领红军老祖要去无极离天，我领骊山老庙嘛要去无极离天，领佛庙嘛要去无极离天，对吧？领济公师嘛要去无极离天，领妈祖嘛要去无极离天，是不是？无极离天即摆什么所在？就是弥勒净土啊，各位了解无？弥勒净土。无极离天嘛，唔是皇冠老祖的净土，嘛唔是济公师的净土，嘛唔是什么宝鸟净土，嘛唔是什么观世音的净土，拢都唔是，都是弥勒净土。各位清楚吧？哦，因为今日弥勒祖师这个离天的天盘，基本上就是伊在做主，伊在做主，这是三教公认的。三教公认有啥物根据？他都要释迦牟尼做佛教。这段书他都要讲给您听，所以就免阁给讲一遍。那儒教呢？儒教的一贯都讲，一贯都是儒教，一贯都不是道教，各位要清楚哈。儒教讲弥勒祖师将无极离天涅槃，这是胡乱来讲的，是不是哈？啊，所以儒教嘛承认弥勒祖师将无极离天涅槃，是不是嘛？是承认弥勒净土。佛教是不是讲500年后有一种在榕树下为众生受记？是不是嘛？你讲弥勒净土，安尼是不是已经能够公认嘛？啊，道教呢？道教恁能去参考《药师金庙定慧经》，《药师金庙定慧经》的开经段第一句话就讲：我师显现上人，将道传于木工，木工传于我，净台龙华圣会演。那么这是不是？那么要的金庙是道教，是道教，而且是青阳期英文，青阳期英文道教算足早的，比太上老君更加早。来了解哈，青阳期是在这个伏羲氏皇帝以前的时代，太上老君那个是在皇帝以前的后边的，各位了解哈。啊，所以讲。那既然要在金庙定位经论，安尼甲恁讲，未来嘛是龙华圣会，安尼是咪儒道释三教拢是公认，或者是龙华圣会弥勒净土的来临，安尼有问题吗？
所以师父咧传这个道，绝对唔是胡说八道，嘛唔是底下妖言惑众。师父啊讲这个莲华性慧面的净土，咱拢是有经过真济啊。比如讲以佛教来讲，咱有去考证释迦牟尼所预告的啊，对未来的预告。那么儒教咱嘛参悟的一贯都对未来的这个先。这个宣导，道教咱嘛参了妖帝金庙定慧经的这个宣导，唔是看遐灵山伫咧慧灵讲咧行莲华盛会，咱绝对唔是用安尼来讲莲华盛会，因为外靠灵山咧讲遐莲华盛会，其实真的是盲目甚至于呢错误百出。莲华盛会其实讲的是弥勒净土，莲华盛会讲的是你爱来皈依弥勒净土来修啊，唔是去遐伫遐穿瓜衣衫，伫遐咧唱瓜戏咧慧灵啊。拢是错误的，也拢是错误的，是不是啊？安尼敢是莲华盛会？你看恁来遮开莲求莲华盛会，拢还阁皈依四法号，这个天崩挂盛会。所以，咱道教咧讲莲华盛会是人间奉行。什么叫人间奉行？像恁进皈依了时，甲恁四法号这张法号的龙天表开去倒位？天后爷，天后爷就是天崩挂盛会，敢不是？天崩挂星河，恁求多了，那好啊做。恁这个天崩挂星河未来圆满，是不是？这个星河是原来在人间，恁国娃娃现在已经避风啊，那是人间风行嘛。所以咱咧讲的人间风行，也讲的是有根有据，不是底下起价个。即卖讲人间风行，你甲国家问个，要安那人间风行？你爱修啦，你的祖先要爱风行啊，要进星啦，要进果啊，要哪进？你过来问下，别人讲的。我恁讲啦，恁去个庙进香，你个规个世界嘛，看别人那进。哦，你即马直接听好你啦，去家客讲要方式，你按你个问看卖啊，是不是？哎，你讲伊无呢，阿无呢，那可能唔知要安怎进。那真正无呢，爱知安怎进。那真正是不叫你天的神了，拢爱知安怎进。你不叫你天，不过就是莲华盛会的代表而已，是不是？啊，那种自称不叫你天的，我是真知讲是要安那行莲华盛会，安那咁对，怪怪。各位听有未？讲你是台大毕业，啊，甲你问台大安那去，你甲讲，嗯，我爱查网路，哎，你不是骗人吗？你是台大毕业，你不知道台大怎么去？我讲你听有无？是不是？啊！你特讲第一讲，你讲莲华盛会，佮讲啊，什么叫莲华盛会？你唔知影。啊，这唔是甲讲你是台大毕业，我问讲啊，师姐台大要哪去？你甲讲我爱查网路者，啊，你就表示你唔是台大毕业。我讲你听有无？啊，你迄阵另外自称讲我是无教你听来，是唔是拢骗人的？使用安尼解释，恁听好有无？听有吼？真简单嘛吼。所以对这阵神是真是假，就简单。拢免介烧济，你就甲提两句甲问下嘛。那真正会晓讲的迄阵，你会使甲拜我去，啊嘛会使对伊修，讲袂出伊上好赶紧走，啊无你断送伫遐。断送啥物？断送你的灵性，对伊对落，因为伊家己都唔知路，要安怎带你去哩？是毋是？所以为什么找名师？古早人讲找名师指明路啦。指引明路，对吧？是不是啊？明师就是要给咱指引明路，指引什么明路？指引咱灵魂回向的路。这个回向的路要有净土，要有方向，要有法门无？哎，心灵宗就是有，有明师指引明路，有弥勒三宝净土给咱指引明路。心灵宗有天命，所以我了办理三座圣主和三座主灵，有一个明路。所以，咱圣人讲，今日正法度伫咱娑婆世界方来宣道，伫这短短时间内有法度普传出去，是有这种因缘。你甲看咱第四经的讲法道场开放落去了，干那三讲的四缘印啊，人山人海。如果咱的三宝那无真，咱的道统那无真，你感觉真正遐济人戆戆要对我师父去陪亡的吗？咁真正有遐戆诶！
我戆嘛戆三礼拜啊，都好恁拢对我戆真济年啊，来实际你戆几年啊？啊七八年啊，啊妙义戆几年啊？两年啊，啊你看真正戆，哦，是不是？啊你来几个月啊？两个多月吼，你看个年轻人拢有知识嘛，对。啊，个爸爸嘛在一间大庙底下咧做主意啊，嘛无可能遐戆嘛吼。人讲无食过猪吧，无嘛捌看过猪行咯，是不是？对不？你互骗无嘛？我头一礼拜都唔知去你骗你，是不是？恁在圣灵宫为什么惊会着？妙义，啥惊会着？来叫感应。啥物感应？感应身体较好。身体好吼，啊，对修道咧。是不是靠知影方向？是不是吼？至少你知你想要去倒，要收去倒去。对啊，吼，是啊，至少你知嘛，是不是？咱知影咱要去倒去。阿伯，咱无人拢有生老病死来一天。迄一天轮到咱的时阵，咱会清清楚楚，咱要去倒去。咱会清清楚楚，咱要去倒。这是求道的目的，是不是？求道就是为着要了生脱死啊！咱求道了，咱就清清楚楚，咱要去倒位啊！所以人讲遐会灵啊，你也跟人家甲问看嘛，问讲你要去倒位，伊讲我要来无灵啊，无灵啊在倒位，叫甲你介绍一下，是毋是啊？叫甲你详细介绍一下，都十个教也讲袂出，有影无？妙同有影无？较早捌拄过啦吼，搁敢问下就问无啊吼。所以对到迄种，我头拄来讲，你会断送你的慧命，你真的相信了？唔是断送你的人生哦，是断送你的慧命。慧命就恐怖，慧命对落来就爱轮回爱受苦啊，是不是？所以这有比断送你的人生较恐怖，有较恐怖啊无？所以办道绝对袂使乌白办，因为这有业障有因果，你担袂起啊！这木业已经这地球你要毁坏去，未来无畜生、无人道、无阿修罗、无天道啊！你害人堕落的时候，你敢知你罪偌重？因为这人堕落拢全部去阴山地府啊！迄种罪你敢真正担得起？各位听有？所以恁今日在圣灵宫修，恁连传法都未去，唔对个，因为咱的三宝已经经过长期间的印证。所以恁只要带职务的人，恁祝福去。至少恁去话，恁知影讲哦，用灵长办事是正常，但是传道咱有三宝，我就对袂，我去观世音，你来我遐，是不是？我去太祖啊，太祖来我遐，去王爷，王爷来我遐，要去对。唔知，是唔是？咱只过好，你去啥物都爱去龙华盛会，清清楚楚。安尼，你咧办事会去人耽误着无？那去人耽误，对于咱的三宝有问题。咱的三宝若无问题，恁伫圣人宫办事绝对袂去人耽误着。有啥物通好惊？剩下就是你家己无勇气。所以师父常讲，要成就圣业，你一定爱有愿力。你这样或者突破层层的难关，师父嘛不是一抓了囡仔真孙啊，我嘛受到真大的考验啊，是不是？啊，若要讲压力，我进一旁人较大旁，我无压力吗？算起来你压力比我较大吗？未，无你是咧压力安怎？你讲我输掉看卖，嗯，是不是？哇，你若做一礼拜师父者，你就知影压力偌大。妙真。哦，恁来做一礼拜，师父就知影压力偌大，是毋是？恁敢捌听到师父甲你讲过有压力？师父毋是人。各位，师父有愿力，所以师父拢甲众生当作家己厝内的人。我就是有迄阵爱心，我就感觉我做甲真欢喜。所以恁人若有愿力、有爱心。你所做的，你拢会点点滴滴，你会感觉，嗯，拢非常有意义。就算足辛苦，就算足劳碌，就算有千担万担的压力在你身上，你都会觉得欢喜。我跟你讲，恁绝对会相信。你看，师父三四经道场咧走，恁敢有听到师父讲足忝？
有无？为什么？因为师父心情好，我就袂感觉忝。我若看到咱像咱去彰化道场安尼人山人海，像我今日来安尼创来，即摆上加有三十几个人伫遮，对。我若去台南道场，我若我起码拢七八十个，我咧帮桥更加免讲，是毋是？我若看到安现者众生肯定圣人讲的即个法门，现者众生愿意倒来求道学道，迄都不都是咱来下凡人间要爱的物件吗？不就是咱甲老母承诺的责任吗？不就是咱要甲弥勒祖师共同来办理莲华圣会同款的愿力吗？一贯都讲同住天盘，不就是同款的愿力吗？咱有啥物通好埋怨？咱应该要欢喜啊！欢喜上天，互咱这个机会，甲这个因缘，互咱会当普度众生。咱烦恼要感恩，所以你看，师真感恩咱现年上年，咱无穷拢未要提金庙。师父听我要提金庙，对我恩情较大天，是毋是？较早讲师父是一个安尼未晓想的囡仔，册读无济，对。老母娘阁未气嫌我，安尼认真甲咱教，教到阁互我甲顿倒。吼、哦，我这故事讲几下解，莫定定讲，是毋是？你若去互顿倒，你敢不敢阁搬来？你看老母为着要度我，所以我真个想起来。要地金庙要度我迄个苦心，我要学要地金庙，我绝对要学伊的精神，袂使惊困难。所以就是有要地金庙这段经验，拢历历在我的心。我想讲要地金庙要度我，你看迄当阵的我这么欢喜穿，伊都在度我，是毋是？咱咧办道，咱咧效法老母的精神。所以你看我咧办道这条路上。我拢效法老母的精神，所以我就未感觉有压力，未感觉忝。因为老母最后给我清楚，老家地主你入定啊，你看，你跪在我头前，底下讲，母娘啊，你给我累，未来无来众生吼，有足侪苦难，我绝对要来遐斗三工，你要给我机会。原来是我甲母娘拜托落来，唔是母娘甲我拍落来。哦，我看到这景的时候，咱才知影讲，咱他有啥物通好怨叹？你怨叹啥？不就是咱家己甘愿的吗？敢毋是？所以咱即摆才知影讲，哦，原来我们是成愿而来的。既然是成愿来，咱就要把咱的愿了，叫做了愿。你无了愿，所以咱是要来了愿的呀。你各位多请恁了解，恁即摆直接有带领一个只导游，包括恁两个做灵修灵了，拢同款。恁后壁只要若有先天灵，伫你后壁咧个协助，恁这拢是要来了愿，拢要来了愿，走袂去。恁若无了愿，恁等下就算无落地，甲等下关天。我甲恁讲的是事实。就算你无落地，甲你等下同款咧关天了，偌久？地甲偌久，你都要关偌久？你还相信师父这句话？你知影？只是无所在的，无共所在的关安尼。啊，只有证据嘛，有一贯道，第一咱屏东资源道场，孙师庙来护栏的时阵，这应该恁在做屏东人小可知。伊讲真济点传师，拢无咧传道咧做生意，登去全部拢关天了，一个一个名点出来，大家较会认，是毋是？会惊还袂惊？讲一个一个拢咧关天楼，做什么生意？直销，来都唔穿，拢咧做生意，等下一个一个关天楼，最不恶地狱，但是关天楼。好，师父讲一个故事，互恁参考。过去大陆有一个和尚，这是真实的故事。武则天的时代，只有出一本册。伊一个和尚入定的时阵，落地看到四大名山的和尚在地下。四大名山你知影？代表四大名山，你知影吼？九华山、昆仑山、峨眉山，搁什么山？啊？什么山？普陀山哈，四大名山。本来伊拢唔捌哩哦，伊拢唔捌四大名山的主持是啥哦？其他阎罗王直接叫来叫来叫，啷个问阿孙？到尾遐讲审判完的时阵，伊去问阎罗王讲：“
啊，因这拢四大名山的主持，为什么来这？因讲因拢坐咧庙时，等人供养拢无做代志。所以各位都是，恁庙开大大，经常接受众生供养，你敢知影做偌大？你看师父敢讲？你敢知影叫人开遐济钱去一间庙，啥物拢无做，你敢知影做偌大？爱小心下面。后来伊得出一本册时，怎啊唔敢起庙？无，伊本来伊有一个原料要去起庙，怎啊唔敢起庙？然后伊走去深山那来，怎不与世间接触？武则天本来要调去做国师，怎找无伊？后来伊本册去武则天看到，武则天怎派人去查？查这四大名山的主持是不是真正这样人？查嘞，果然真正是这样人。武则天惊着，才开始。武则天一信佛教就是安尼来，所以佛教迄个开经开经机，对吼？迄个开经机啊呐，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。阿僧接着对啊，我今以得闻色受持，愿盖如来尽。这句的题名是甚么人的？武则天。提细文，各位清楚，这个细文就是武则天提的。四大名山难道无够，师父无够低吗？所以各位道亲，有当时唔通看了庙宇大经，你就认为伊功德足大，爱注意。爱看有咧做事，有真正咧做事无？可以了解无？莫听人名师钱就托国地去用开，你看你摕甲你开的人都落地噶，你去开的人还佫会上天顶吗？听有我的意思无？听有啊？听无？所以师父定位甲恁讲，六度要有智慧，恁爱相信。布施波罗蜜就是你叫你布施要有智慧，持戒波罗蜜就是叫你修持究戒要有智慧，修忍辱要有智慧，修精进更要有智慧。实际你咧修啊，师啊，我才会刚底下帮下做咧，师啊，我今年七十啊，我退无年退三十几年啊，我那个师姐吼，人家讲叫我去退，我都去。安尼吼，啊无钱，有当时啊，拢爱偷业偷业业业业家混，人安尼骂。我咧敢无认真啊，听个目屎要顶落来，有认真无？听到足认真，结果有效无？安尼精进还有地位无？啊，这种咧灵山是足一种问题，有影无？你遐看，啊，三十几年，时间有浪费去无？有影无？金钱有损失去无？结果一无所得，一无所得。所以名师道统有重要无？所以咱找一个环境要来修，得爱有方向，爱有法门，爱有名师。所以第四件，释迦牟尼甲阿难尊者讲，佛法的众生来要成就圣业。一定一爱寻找名师，二爱一门深入，三爱安那放下，有承担有责任的放下。你看，释迦牟尼甲恁讲，佛陀的众生爱找名师，一门深入，叫恁来找着法门，一门深入，找着法门来修，一门深入就好。我底下今仔日巴肚疼，阿弥陀，哦那。嘛是困未记，明仔载换王妈尼变白样，钢管困未记，换无太分泌力，钢管困未记，后个换南无弥勒，钢管困未记，伊六神无主嘛，对不？你六神无主啊，对吧？等阿弥陀都要牵手的时阵，你念南无弥勒的时候，啊，这嘛佛祖啊，我卖给你干扰，造业，对吧？等到完美了，要给他牵手，你念嘛？嗡嘛呢叭叭哦，观世音讲啊，这佛祖啊，哦，你都，啊，你说你念到尾无准是你的呀？听我的意思未？你看净土甲恁讲，咱若要甲西方这个世界相应，咱爱一句佛号安怎念彻底，才我都相应。一句就是叫你要坚持，要一心不乱，要专注啊，是不？所以这个一门深入。
所以我们在圣灵宫求道了，我们要一门深入吗？圣灵宫就是有一个道，一个法，一个净土让你修，你只要一门深入精修，不起疑。但修道人要有责任吗？过去青阳道跟王家将相有责任吗？做皇帝的人也有责任吗？王家将相就是要利民嘛，对吧？昂扬多讲输入都是要来传道嘛，但是迄当阵要求道爱出家啊，无出家你无法来求道。但是佫注意哦，青阳昂扬先，恁愈将无机会求道。恁看到释迦牟尼的经典有退过愈将剃度人请下手，无啦，是毋是？真多讲火体，道将庶民多讲火体，简单讲就是。我结的心是多工在在家修，在家修，还有责任无？啊，我去圣灵宫求道啊，所以师父拢叫我放下，要放下。我人也要坐我离婚签签的放下，对吧？我囝也搞怪出去，搬搬出去放下，是不是？那叫用石头咯放下，啊，你若无钱，顺便啦。输我放下，我要来圣灵宫给你饲，我三天就倒啊！咋这胖这大胖，我三天就走了啊！是不是啊？是安尼放下吗？即马多工火体在加修，咱爱愈认识放下的原则是啥物？哎呀，面爱在承担甲责任的范围来放下无？放下啥物？放下无必要的贪嗔痴欲望，但是对咱该去承担的责任，咱该赚钱饲家己，也是照顾咱的父母母子，那是咱的责任，是不是？那咱都要有承担，就算有艰苦、有考验，咱那个当作是一种修行。每一个因缘，拢是伫咧成就咱的因缘，你爱安尼想，是不是？你来看。我迄工礼拜办着一个师兄，因某啊摕迄图，因囝摕迄图，啊包客用车去，伫台中去啊来回3000块，我讲你钱免动，对，啊讲着安尼，咱嘛看到伊真可怜，是不是？拜师去啊，因囝会惊咯，我讲师兄你欢喜做欢喜，是不是？但是呢，你个看伊一个人派两个有责任无？哎，要去赚钱哦，饲这个家呢，排为着要做照顾这个老、这个某、这个囝，安尼排入去，甲看伊就是一个赚钱人呢。安尼为着要照顾这个囝，伊较早可能去用怪作济，所以伊入了圣灵宫吼，唔免开钱，去用遮钱，伊开会去。伊讲即马较好，后抓来要来坐公车来啊，有迄个心啊，两抓都感应啊，对吧？两抓都感应啊。所以上天嘛，你看你的心啦、啊，各位要注意啊！书家多少办才好，一点恁袂当好念书，对这个道的热忱、甲投入、甲迄个愿力，书对道的投入、甲愿力啊，绝对会让大众对师父的肯定，大众肯对师父的肯定，也是上天对师父的肯定。自然圣人功就会贵人越来越多，因缘越来越具足。那你三宝亲，是不是？所以各位道亲，咱在修行精进嘛有智慧，过来禅定嘛有智慧，要有方法无？一门深入要有方法，是不是？般若也要知，般若是讲咱爱哪修，爱哪有智慧，无哪修，啊底下说怕哪解解。咱来修行就是咧偷锁啊，唔是过咧拍锁啊个。咱本来就是千丝万结，啊，特别一格一格个偷开。啊，你都已经千丝万结啊，你过哪修过哪格过哪大格？你本来是拢格细格，啊，你即马个坤坤变大格咧。我感觉恁听有吼，安尼没解啊？安有解无？啊，这什么问题？无智慧。所以修行人。六度嘛，跟人讲要有般若的智慧，咱要有智慧，但是智慧来自于哪里？师父这多年来办道的经验，智慧来自于根心、愿力。
有根深有关联的人，真的很多遇到了困难，很多波折，你都可以关关难过，关关过。一个你输上辛苦的时阵，都考验个真苦。你看输第一经重点叫做自然强，却考个无半项。阮前妻甲我是离婚三届，我即届才阁无断。迄再拄啊第二届离婚，一个人去徛一个相思医院咧送七千。这是故事，是我讲给恁听哈。我本来是一个安尼生理大生理人，好干呢。我甲某娘讲，某娘啊，我对你是足有信心，因为你救我一条命，我是绝对相信你是真的。但是你不是讲我爱办多，啊，我嘛真认真办啊，太安尼。我朱连江，你甲看，我嘛无共收钱啊，嘛拢随时讲道啊，我安尼做是倒会唔对。我另外跟他讲，忍难忍之忍，行难行之行。我讲的拢真简单，哦。后来时阵，我去一间天道院，这公司起家客，我甲问讲禅师啊，啊我人唔是讲会办道哪办哪好，啊我睇哪办哪歹。伊讲你这是上天咧甲你考。天机将降大任，以斯人也，必须劳其筋骨，苦其心志，功底外物。我讲，我安尼根本无够苦啊嘛。哦，伊讲我禅师以后是要带你食饭的。我想嘛想，我怎个？迄当阵第二届甲心灵顿倒啦。我讲你是神，我是人。你甲我讲，你先这公司要带我食饭，啊，你这是认为我信袂落？听到伊主席对不起，来。伊甲你讲是真诶，阿伯你着知。我即马甲看，个人有影，规间拢做公司啦。啊，即个大家到底拢做公司，是毋是啊？那伊个敢若嘛无话别讲呢，是毋是？所以各位同学，你甲注意看，即、這个考验在在拢爱，互咱有地位去突破。后来输，但是输对要地，金庙的信用就是无退转。因为我一直感恩妖帝金庙对我的恩爱，虽然我安怎未顺，但是我对妖帝金庙的敬重没有丝毫的退转，也是因此有这个念头，让我有重生的机会，好吧，我有重生的机会。后来我去中台禅师学止观入定了，我才对他都要讲，你看，不然讲你家己看，你家己看，我无跟你逼啊。我较早咱唔知啊，先拢想讲啊，可能阮前妻当阵腰子先一粒腰子，然后留去开刀，医生讲活袂过五年，咱若无能拜托你呐，好，我一定甲你做死，对唔？哦，啊，阮查某囝八个月身体腹肚底生一粒脑瘤，这个血管瘤八公分，我若讲无能你呐，好，我绝对阁认真甲你做。啊，结果真正两项拢好，啊，包括我家第三个，我想讲，咱就是关系上侪，今日才艰苦啦。哦，咱较早都无智慧啊，是唔是？后来入定，才知影讲，唔是甲迄拢无关系。无人甲讲，你看看，这对一层是甲迄有关系。我看看，真正甲迄拢无关系。无人讲，这是要借这因缘甲你救去吧？安尼尔，因为你这个地主，你较早爱饮酒，那无借这因缘，你会去白吗？嗯，我甲无人讲，我知啊。我若无这因，我确实袂去白。去白了，我才知影，甲这因缘拢无关系，甲因一点仔关系都无。原来咱是家己承认了。各位，恁了解无？所以咱咧修道啊，愈入境，咱咧修，才袂埋天怨地。这条路咱才行会顺，才行会顺境。咱若行会顺，行会顺境，这条路你免惊，你办袂成功。啊，你若哪行哪埋天怨地，你会哪行哪救？行到尾，你会无路行。最后你无路了完，无了完，毋是煞呢？师父头拄仔讲的话，恁绝对要听的。你就算无还业，你顶天顶干关还是关天咯？我哩嘛报我看，你看，遐就是较早拢甲下台湾的领主，你看，即卖拢伫啊。报你嘛，我知影我唔对啊，袂赴啊，是毋是？啊，各个现地甲我看，你看遐，喏、哦，
无彩你有天命，啊！伫寒干啊，怪个骗，啊！即卖拢伫遐啦，受苦。我看到你讲，师兄唔敢贪，我拢看，拢看，咱也敢，是毋是？佮看了四大名山迄个故事，咱也敢，咱就好好做代志就对啊，就干那好好做代志，安就对，出来拢免讲，是毋是？佮袂使无做。啊，要做是不是要好好做代志？阿阿面，你个既然袂使无做，都爱好好做啊，对不？啊，好好做，咱是不是后来老母我讲，老母我讲，我主人讲起你个看，我啥做假个？你讲你，你若安尼扮耍，就是爱啉烧酒，对啊，伫咧讲是非，迄无严吗？无另外知我唔对个，啊，我无另外。也未跋脚，也未衫，啊！就剩这项酒尔。我要叫我改，我改袂起。某娘讲足简单，我甲你改。我讲对啊，啉落只三改拢上便宜。我讲某娘，你若手段再强，是毋是？啊，即马真正拢无啊啦，拢无啊啦。哦，某娘对我看家有严啊。我讲某娘，你手段再强，某娘，我你嘛豆豆来。某娘讲豆豆来，你会变大，一改就甲你定了。啊，所以天要做成有一个人的时阵，伊绝对会甲你言教。啊，嘛有你受一点仔磨，你才会有智慧；嘛还有你受一点仔苦楚，你才知影凡间的苦；嘛爱互你有见识到生老病死的痛苦，你才会知影度众生的可贵。你看我前妻身体，我查囝身体，包括我家己身体，互你见证到亲人生老病死。迄种境在你的心目中的痛苦，那老人真自然呐，一个还未出世的囡仔，一个三十几岁的女将，你讲咱哪有可能未唔甘，对不？你看七八十岁啊，都随缘，搞不好都上天要年岁都要这个寿终啊，现一个病登去，我就没拢正常，是不是？啊，你看书经历这种现。少年很少岁，这个生老病死的这个苦，医生讲啊，恁这太太那五年啊，无好就断了。这五年我都艰苦过日子，你期待这五年的警告，对吧？昨天了血管瘤，医生讲这生出来讲随时无，我嘛跟我讲，我会当该生活一天算一天，每一天你讲昨天生活时拢提心吊胆，惊出代志。后来愈检查愈好的时阵，咱也愈落达达安心的。等到我会上安心的时阵，竟然我离开迄个家庭，咧搬倒。你看安尼有可能无？是不是？无人叫我放下承担责任，但是我感觉我所有财产拢留下，人因真做好过，是不是？所以人的选择有当时要有智慧，要有智慧，但是咱未使无责任度。你看受这种考验，您在做对这种受这种考验，小小的小小考验，您就哀怨，就痛苦。所以有当时受看到您这年轻人没有那种承担责任，受反而会责骂你们，是为什么？因为我感觉您拢无承担责任的勇气，没有承担责任的勇气。但是，师父拢希望恁爱去面对现实。有一天，你了解你来这世间的任务，拢无人逼你，你就知影你爱安怎做。你怎样师父咩？一去天顶了时，你看到我，你绝对会跟我感恩。那无师父，你跟我恩照，搞不我怎样？就算无落地，搞我关天路。迄当阵，你就知影严肃的可贵，是毋是？所以，各位道亲。咱找一个好的道场来学习有重要无？找一个亲像师父历练这么深的人，会当来甲恁看家，恁有福气无？各位道亲，恁主要有家庭的，恁就算有家庭，恁敢像师父这无啊？无啦哈，是不是？哎，你讲啊，师父嘛是经过家庭的考验，经过事业失败的考验。是不是经过生老病死的师父本身的身躯肉体的考验？师父若无母娘救我，跟你讲师父真无伫咧。我从二三十年前肺结核，肺结核是无药通好医的。母娘甲讲我无病，我才甲转倒。我甲母娘转倒的由来是安尼来的。
是不是？我讲我的明明有病，你甲我讲无病，你要骗我的钱嘛？唔要用安尼怪，啊，结果人无甲我收钱啦。我问你，我嘛袂瘾互伊啦，是不是？啊，尾甲咱医好诶，咱去诶时阵吼，咱都无人来甲咱讲要用啥，咱拢开第二个啦，咱拢绝对无甲用诶，无甲去提示诶。但是人伊无甲咱开嘴，人啊无人来尴尬要用啥？哎，老婆，这个好我。但是尾我嘛知影，咱报喜嘛袂使安尼做。主人公就是安尼，私底下做是是非非，尾我才知影讲，开工无一定有功德。即个跟我头拄仔咧讲四大名山的道理同款。就算你随时讲道也无讲道，因为人心不搞，人心无教，你度这些人是来这边浪费时间跟造业，有效吗？这就是师父讲的共业，对不对？师父讲的共业，所以师父啊对这个共业哇，真的体会很深啊，各位。体会很深，我才知影吼，愈大阵吼，若做好事，功德足大；若做歹事吼，你往那真凄惨。若未晓做，你会很凄惨。这就是叫做强调。所以真济人真爱开工，所以人常讲开工唔是好耍，你得爱真正通，啊无就对老师好啊，学会晓才通出去。啊，无你吼出去招一群人，底下甲你强业，啊，你阁是花痴人，就敢那秘书咱今日去坐火抢劫，花痴人会判较重无？会判较重阿免？一定较重，你免怀疑，是毋是？啊，恁做公主，咱是花痴人无？伊个退家讲，实际你怎啊讲袂？迄宝娘讲个甲我无关系，迄禅师讲个甲我无关系。有啊，这你嘛度过，真正安尼吗？真正安尼吗？我尾啊，对我较早嘛，常常听到人安尼讲，尾啊，我有认真去甲思索呢，甚至家己甲试看卖咧。啊，起价情况，会想说咱个进前个吹，咱个三万才要办，五万才要办，啊，一日你唔个开嘴一个，哎，无味呢，一灵感怎无味呢？换人讲啊，是毋是？你灵感向无去，是不是啊？对吧？你怎向无去呢？我想讲奇怪，啊，人北京江的神来拢会共讨钱，就讲是对。啊，你新人江的神，我即摆咧讲是我上艰苦迄阵啦，我讲无嘛是要斗三工咧，是不是？嘛无呢？是不是啊？我当时甚至要讲咧讲，哎，啊，人江的神来拢好个，神来来。来建功，咱这无非是乞食生入来。我阁要安尼个念，对吧？后来呢，知影唔是安尼啊。原来都有考验，都有考验，讲得清楚啊。真心灵功唔是乞食生入来，是唔是啊？所以都有考验无。所以有当修行人面对考验，咱拢要有智慧，你才有法度行过这个难关，克服这个困境。安尼，你这样我都继续往前进、迈进，甚至这样我都达到目标。你拢无遇到一些小挫折、小问题，你都收，甚至呢，这个结越结越大，那你真的是会枉费你今生得这个人生，够这个机会。所以修道人有当时要成就一个圣道跟圣业，你还真的要有毅力跟勇气。如果你没有愿力跟勇气，以师父的经验，99%倒，倒，就算无倒，你嘛伫咧唯一三组，你嘛唔知你咧做啥。你看师父拜师伫遐处理的青黄色，伫遐吐者吐者，你看某人偌厉害。伊讲你家己开一间工无完成，今仔只安尼，哎，怎啊无算计啊？某人我嘛知啦，咱就想讲咱年岁有啊，看少年人来做，那会知伫遐学爸母。我讲啊，你什么病？伊讲嘛无呢，我去检查拢无呢，啊，那脚向袂惊。啊，讲总是嘛袂惊，原因有啊，我就一个敢那腹肚胀起，啊，去予医生看，医生甲讲我胃肠无好，开药啊，等于食一个愈严重，计等感觉愈袂惊。奇怪，
啊，毋是讲龙骨生骨刺，也是啥物去发生潮拢无，干那一个胃胀气的路袂行，你感觉怪怪吗？迄真正贵咧卖，敢毋是？是无？嗯，供主听无？供主是毋是？这世拢现世报，咱来注意。这世是现世报的来临，爱小心啊！一贯都嘛讲，咱道教某人嘛定讲，这世六万余年，因果大清算，拢是现世报，拢是现世报。所以咱求道了时，咱步步爱有智慧，咱才袂去现报。就算有现业，咱嘛当会平安过关。搞得清楚无？所以都不要有侥幸的心态，也不要把修行当成一种儿戏，因为这样子你会浪费你今生，浪费到你的今生，对吧？所以道，咱已经求到，名师咱嘛拄到，一个道场，咱一个好的环境的道场，咱嘛找到，剩的。种种咱家己自己来去克服，咱自己人甲人中间的问题，咱来自己去克服。亲像师父他拄仔讲的，师父拄着因缘无量，最后我的经验就是，哦，原来这些人拢是咧成就我。较早我嘛唔知影什么叫做忏悔，我拢定讲无量啊，请你开恩下罪，我是咧甲你做代志的呢。对，你若好安怎，你无当机呢？我讲也嘛对啊，吼，讲得结如大意，是不是？因为王地主你个安尼甲我讲，是不是？啊，我真正安尼甲讲呢，拢无令你无安那，无令安怎你无当机哦，是不是？后来，我朱连江，我生意失败的时候，朱连江转好一个孙仔班。我就搁走去问阮较早坐啊走灵山的师姐，不然我上天咧甲你考，我讲吼，恁姐拢安尼，对无？我那咧好的时阵，侬讲吼，哎呀，上天即马要甲你加封啦，要搁甲你降煞啦，我出代志啦，上天咧甲你考，那是多即马唔知要听多几项，是唔是啊？人那咧好的时阵，恁早恁到祖先啊做王啊，那咧歹的时阵，恁到祖先啊欠两项啦，是唔是啊？人若你往的时候，你的身躯拢是神啊；若你拜的时候，你的身躯拢是鬼啦。师父真正有够有经验的，恁相信未？对不？后来我呢，来台南归人问了无，想要开车要转的时候，看到千佛山菩提树的时候，大佛在啊，我去写主观就先来。咱是讲啊，求道求未素时，无往来拜佛看卖啊呢。啊，去迄阵天罗山菩提树头前都有一尊观世音金色石材在头前啊，这你若捌去，人知。啊，真奇怪，我去到遐脚软软嘞，跪在底下哭两点钟。啊，哭的时阵啊，哎，敢那袂输咧放迄种幻灯片来互你看，尤其是我上界清楚的。较早阮亲戚都生阮查某囝时阵做袂来，啊，阮妈妈都安人真好，人拢起来甲做袂来，但是做迄菜拢较冷。咱就唔捌啦，咱唔知讲做为人的人袂使食伤冷，吼、喔。啊，人伊嘛无去甲阮妈妈讲嘛，甲我讲讲看，当甲妈妈参详者。那性地都压起，查甫囝对老母爱友好，是不是？哎，老母做诶食袂歹，你搁家嫌，无阿伯家煮起性地，是不是？啊，那迄境况，哎呦，我那只恶疾啊！啊，得这种安做这种行。是不是？咱才知影，吼、哦，原来咱真无智慧，原来咱真无修养，原来咱真无人性。一件一件拢应尽，互我日日去忏悔着。所以我拢常看到神咧哭，唔是慧灵啊，是咧忏悔。你爱相信，是咱的灵咧甲神忏悔，咱戆，袂晓做，无智慧，常常做唔到代志。所以经过迄段了时，我未顺，我未去怨神，嘛未去怨人，我拢家己自己去承担，因为我知影，迄是咱的业啊，迄是咱个人的业啊，
这世做人母嘛业，会做爸母嘛是业，是毋是？哦，你看咱较早呢，爱啉烧酒，阮母啊，拢啊，逐工了烦恼，是毋是？啊，当然你毋是初就要转来，啊，今日因初五那还袂转来，我妈我连袂转去啊，转去了后讲，哦，我拜托做妖，你敢来做主人面，我只好要起来代拜，伊讲哈。你自初啉到今仔拢无休困啊，拢下啊。安尼，后来阮另外改酒，我连续转去三年啊。阮老爸拢，我奇怪，啊，真奇怪。我较早啉酒，阮老爸毋爱要停酒，我啉啦。咱这要改酒尔，可能阮老爸想要搁较好好个关心。我即个囝爱啉，无停一杯好啉。咱个讲我无啉啊啦。阮老爸倒想起呢，想讲是毋是伊我咧甲伊咧想起啥？袂停个酒，我也毋啉呢。我来甲讲，我真正无啉啊。咱毋相信呢？隔三年，我才相信我改酒呢。阮老母听我改酒，目屎滴来讲。啊！你是怎安怎改？我讲某娘甲我改，阮爸我讲即阵会使拜。啊！阮老母甲阮老爸拢拜金庙，是毋是？你甲看，咱叫某娘改三年，咱个爸母还阁毋相信咱改酒，所以你甲看，上未相信咱是咱身躯边个人。为虾米？因为伊看到咱个罪恶太济了，看到咱个龌龊太济了，一时间伊无法度接受你个事实。所以你有当时你免怨叹身躯边的人未相信你，你着做予伊相信，较要紧。你莫一直期待伊来相信你，你着紧做予伊相信，较要紧。做无到，咱搁较努力咧。你看我坚持啊三年，有往了探听呢。嘿，啊，当下当时要等，我讲我进前拢找我等，我今日初四就得等去食团圆饭，伊拢未相信啊。对，我等下阮兄弟啊，等我讲你若无等我。我不敢应一句，我想讲你找我才会等，所以无传你的碗底。那恁可能我来就出去唔食，对不？我嘛是家己摕来继续食。妈妈，歹势，我等下上碗，是不是？啊，较早咱就起圣地啊，是不是？我是不是这个？我唔是一分子吗？我来就得走出来，对不？咱无，咱更加会歹势，咱迟到，咱不应该迟到，是不是？那修道人更爱转呐。境转后来，师对生活是非常有体会。境转，你才有法度甲这个家，你才有法度好。所以各位师咧讲的，你放下要有责任。咱有家庭、有事业、有囝儿、事业、有爸母的人，咱拢要有责任，未使无责任。咱的思想、咱的观念，点点拢要对神去改想，唔通底下个钻牛角尖。安尼想这条路，你才看会开，你才行会宽。啊，无你哪行阻碍哪济，你会痛苦会哪济。你要相信师父一句话，师父讲拢是我的经过，真真实实，是毋是？较早咱阿啉的时阵，拢无去想到爸母的艰苦，是毋是啊？啊，本来有囝时看到囝咧破病，咱知哦，咱阿希望这囝病紧了，咱才知迄个爸母望囝成龙、望子成龙迄个苦心。啊！那想讲，哦，我安尼对国校啊四年就啉烧酒，啉到二三十几岁了，爸母烦恼，你看咱也遮恶气。咱自出门，老母咧烦恼，咱毋知行会到厝无？毋知死咧半路啊！是毋是？逐工都互爸母提心吊胆，你看咱偌不好，有不好啊无？所以咱最有应当，咱爱好行业来修道来回向，咱对爸母的不好，咱爱赶紧行道。咱来个忏悔，咱爱赶紧做这个功德来友好咱的爸母，是毋是？有法咱过去的爸母，有现在的爸母，咱拢爱来成功做德来解回向。这是咱上界我了做的功课，就是伫遮呢。咱修道当第一呢，九行七作，咱有法多做的，就是遮呢。因咱对伊不好已经造成了，咱有法做就是伫遮，是无？咱即马是一个修道人，咱要有智慧，要有智慧。所以咱修道得爱寻求名师，一门深入，要有责任的放下，有承担有责任的放下。这三点非常的重要，非常的重要。所以人生有当时有考验，这东西后来你较注意，拢是咧甲你提升。当有过是智慧，当无过，你这个格会愈来愈大格。你的情分会越来越强，是不？
我较早吼，看到阮老母啊，阮老爸啉烧酒，回来跋书叫拍无拍惊吼，我拢会举刀要甲伊烧台呢。国中迄阵身体长用，是毋是？后来吼，阮老母生死，阮老爸跌生吼，我拢有啥物代志，我拢等下看头一下。阮老爸无相信我会变幼孝囝，真的呢。我也回来拢无啥爱插我啦。那我连续等几啊年了，伊才问我食饱未？是毋是？后来看到咱个感动，伊阵伊就对我真好啊。所以咱来做伊看，咱个罪业已经造成啊。你要互伊相信来时，你爱付出十倍痛，十倍啊！你用一分伤个，你要用十分来弥补。你要相信师父这句话，是毋是？所以咱在生活中要改变一个环境，绝对无遐尼简单。你要用十倍能力去改变这个环境，你才有法达成目标。所以你要度亲人，要跟恁厝内的人相处，你爱去说这句话，爱有忍辱的心，爱有智慧去面对所有的困境，这关你才会过关，我你绝对袂过关。这关的过关就亲像输进海阔天空，是不是？你要看恁那个想起。哇！咱拢认为迄无啥，爸母生咱，咱甲因两过敢若正常诶咧。所以恁遮也捌甲爸母用过，伊嘛枕头贴较悬诶。恁敢知影罪业作重，作不好，爱小心啦、啊。事见境哦，关心迄个境，我想我才知道，原来我是恶一个人。即受即个业，菩萨不是甲讲你受即个业拄啊好呢？菩萨嘛未甲你同情。菩萨不是咧，甲伊讲，你这个戆囝，你甲看，你做偌济伤天害理的代志，你阁有资格来甲我叫你开恩下罪吗？各位同亲，咱有资格求佛吗？有遐无？敢若佛祖慈悲，甲咱开始，你若爱我原谅你，对今日开始，你爱改过，你爱改过，咱就赶紧改，赶紧做，慢慢上天就甲咱开始啊。都给咱机会啊！你若唔改咧，常常要靠神啊，神的慈悲啊，我做唔到，你就甲我开恩下罪，搞这很简单吗？这个我不跟恁讲，定业不可转吗？拜神都要消业，事嘛算作认真修的啦，是不？安还未消业，所以事为什么敢在公开讲神通抵不过业力？为什么敢讲这大声？我家己度过，我当苦人的时阵，就算较早咱家己咧办事的母娘，母娘你上疼惜我，干那你为我干那伤心尔？迄阵母娘无去呢，真正无去呢。有当时咱在想想，母娘你平常是遮疼惜我，为什么当我需要你的时阵，你竟然无去？原来咱知影讲，咱的心乱的时阵接袂着伊啊啦。我那时候，我较早我拢去问一阵，这公司的大概去，伊拢讲，哦，我是一个大福人，我即摆过来甲问起，讲话什么安怎？我来讲啦，咱咧好个先讲，咱是神，咱咧看伊过来讲，你是鬼，就是伊啊，是毋？八里王母宫迄间，你若捌去，知影有大间无吼？迄阵还未去过，时我去甲问的时阵，迄个我伫遐报名100块，我伫遐等车两点钟才到我。地主。我讲安怎？你要问啥？我讲我最近足歹运，想要请教某娘者。要地金妹讲叫我袂使甲你讲，我想要地金妹叫你袂使甲伊讲。我某娘无做啊，参事又过来甲查咯。哦，是毋是？心中足怨叹的呢，对无？后来才知影讲啊，某娘咧真正找机会咧教囝，对无？互我愈来愈有智慧，我才知影讲。业爱靠家己啊，唔是拄到代志要靠我爸母听啊。就像咱做人同款啊，无代志厝内未顺时，就要等下靠我爸母听。啊，爸母是要靠谁听？咱都有体会啊嘛。老婆离开我一段期间，我说母娘无咧辛苦的时候，我要靠谁听？以前母娘就加工老家地主，这个时阵就是你要靠家己的时阵啊。咱终于懂了嘛，就参照凡间讲，那爸母无听，什么靠谁？你靠谁？都是靠咱家己啊！人生这条路同款，咱就是要行出家己的路出来。别说大人都要靠神，把神当作万能的，这种拢是唔对。
神是道，是要给开这条路给我们走，所有的罪障跟业障都要靠我们自己去修正，这样才是正确。今天这课给大家做参考，这课您听到书真多历练，确实也值得您去做一些您修道过程当中的一些这个参考。书讲的每一个故事都是真，绝对没有一句加油跟添醋。你看书后来了解这个道了，就拢改转为智慧，未成为书的埋怨。啊，无那恁恁遐埋怨啊未？然后这里会埋怨啊未？会无？那遐生遐物件发生你身躯上会无？没有怎会无？会啦吼。所以恁咧还阁是凡夫，知影未？这个叫做凡夫心。咱修道都是要超凡入圣，安尼知影？恁这是要修道嘛？咱来把这个凡夫心拿修安那，拿往这个圣境来行，这才是咱修道的目的。啊，这个今天就讲到这里，时间的关系，来请合掌。来，感恩天人上人无敬老庙天明降道于圣人宫，感恩弥勒祖师弘慈大愿慈悲普耀人伦，感恩天行师尊建立圣人宫，让咱有道可求，有道可修。有道可行，了愿成道，南无弥勒佛。